父亲节刚过，我今年要飞过，就是我的爸爸。伊做人想要追求的，就是义气。结果为着这场选举，伊被抹黑、被污蔑，害伊的人生变甲安尼，我实在是做不好的。为着选举，让伊面对这么多抹黑，所以明仔真正做对不起伊的。拜托大家，明仔这届选举做艰苦的。人现在还站在这里没走，明仔真的很感谢大家，谢谢谢谢，明仔加油。对方主演这么多，我离明仔有啥？我离明仔有啥？我离明仔有大家，对不对？对。拜托一下，明仔是很重要的，八月十五明仔在投票里，民进党的摇摆真的不恐怖，恐怖的是你不愛投票，对不对？对。拜托大家，三好李梅珍，三好李梅珍，明仔载拜托大家一定要替咱高雄出声，一定要行公道，给阮高雄，给阮高雄得一个清凉的高雄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到百货公司看到买一送一，高兴得不得了。我们亲爱的高雄市民朋友，发挥你的智慧，明天勇敢的投出一票，买一送一。两年前新北市市长选举，苏贞昌落选，高升行政院院长。我们陈其迈高雄市市长落选，高升行政院副院长。台中市长林佳龙落选，高升交通部长。明天我们聪明有智慧的高雄市民朋友，我们买一送一，我们市长投三号李梅珍，让行政院长给陈其迈做好不好？好，李梅珍动算。